的义工菩萨们，在座的所有的这些神仙们，大家现在好。这个主持人想着介绍了，我自己跑上来了。但是呢，你看看我在身体各方面没有看到任何的区别，但是实际上我是4月27号得的脑中风、脑血栓、脑梗塞。我看这些家人们还有推着轮椅过来的，是不是？这几天得了病，这住院住了一个月啊，现在是能跑啊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参加也因为得了病，与这个长生学结缘。我在病的期间，因为学长，那徐老师，你过去参加长生学去，是这样。深圳的一位陈小梅陈老师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有幸，然后才能这样。这个昨天呢，咱们不是说是今天要举办这个联欢会啊？我是山东聊城的啊，聊城当然是好地方了，是不是？贵在参与，所以说呢，我报了一首歌曲啊，播了一首歌曲呢是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。昨天在彩排期间我一唱，完了，为什么呢？得了病之后，这个影响说话，我的腿脚挺好，因为我自己跑上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说话不利索，这个脑血栓堵了脑血管之后呢，说话不利索，唱歌不会唱了，笑不会笑了，也不是不会笑，而是笑得难听了。过去笑得声音好听，笑不好听，所以说得了这个病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想了想，这个贵在参与这个节目，到唱的时候呢，我还要唱。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啊，我又特意把这首歌曲，昨天彩排的时候呢，是用这个原词来唱的，现在我就把这个改了一个歌词来唱这个歌曲啊。好，这个得到这里以后学习，我现在应该说是刚刚来的学员是一样的，就是5天的时间，啊，所有来的都是5天的时间。这个5天的时间和我在一块的室友，我们住在一块的。我说我过去啊也是胖体型的，打呼噜啊，魏老师教我们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我会同时有的这个王师兄，我说我现在打呼噜厉害不厉害，影响你睡觉了没有啊？你呼噜不严重啊，你看看这效果见到了没有？这是才几天的时间，过去的时候我经常出差，你比如说做卧铺了等等的。我是出差最累的，为什么呢？坐了卧铺我是睡不着觉的，因为你要打呼噜太厉害，你赶紧的醒，我们睡不着觉了。但是通过这几天的学习长生学之后呢，不打呼噜了，呼噜轻了。原来还有这个便秘的毛病啊，便秘呢对人的身体啊，这个比如说脑出血等等的，比便秘以后用劲就会血管冲得特别厉害。但是我现在呢，哎，自己感觉便秘的毛病也好了，谢谢魏老师，谢谢咱们在座的家人，这个咱们家人们分享的这两句话比较多，从这一个也是咱们长生学的这些理念，让别人快乐是一种慈悲，让自己快乐是一种智慧，这个还有一句话呢，家人们分享的比较少。我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呢，跟家人们说一说：能给就是福，肯给才是足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学习长生学，你就不能够给，你给是错误的。通过在这里几天的学习之后，给你看了学到了。你就能给了，咱们这些家人们呢都有福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学习呢，
你有这个付出的心情，但是呢却没有给的这个能力，是这样吧？现在呢是能给了就有福了，肯给才是福，这就是自己的态度。你肯不肯付出给别人付出，付出才是足，足应该是自足的足。这个哦，好好好，不说了。这都开的意思，这都的意思，我这解释的。好好好，那就不说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